有一些标语，其实我们会放一起放在我们的背面，是希望能够吸引的旅客还有香港的朋友看到，就是我们不要放弃香港，我们是正面的面对现在的情况。这些狗有大概有15多，七点钟发起了，湾仔大概有20多，旺角大概有12位。应该在这个9点钟发起。现在的破坏啊，其实极大的影响了香港，不能是网上经济啊，不能可能是说对我们的形象，对我们的商业，对我们旅游业都有很大的影响。所以呢，我们其实也有一些渴望，其实为了尽快恢复正常，然后呢，继续的香港呢，继续的璀璨的。首先撕掉它之后呢，我们有很多胶啊，有很多胶，我们需要这个最难呢，就是贴在墙，我们用浆糊的时间呢，我们就会吃力一点，通常呢就15到30分钟。破壞香港的形式去爭取他們的訴求，這個我是覺得很可惜很遺憾的，因為香港是一個法治的社會，為什麼香港由以前的漁港躋身到今天的金融地位呢？其實很多人都很清楚，因為我們擁有一個很好的自由啊、民主和一個很好的法治系統，這個是最重要的核心價值，但很多人都忽略了。咁啊，第一次咧，仲記得係得幾個人嘅啫，但係到依家咧都有成20個朋友嚟去參加今次呢個清潔嘅快閃活動咯，所以我哋都感到好感恩，咧係將我哋嘅行動啦，係表達到愛，我哋好愛護我哋嘅社區，我哋好愛護香港，所以我好希望咧我同埋幾個拍檔啦，係我哋自身行出第一步，係啦，希望可以感染到身邊嘅所有嘅年輕人同埋街坊朋友、義工啦，自發係做義工嚟到去清潔。